来自 World Shop 的左手。SBO 六周赛程打完，例行赛大约已经进行了三分之一。目前金就以两场胜差领先台皮，占据联盟龙头。现在就跟着巴莫斯来回顾上周的激烈战况。Shop 再来三分线，今天真的是准啊！首先来看第三名。12月22号，金九赛前侠的队史最长七连胜气势迎战达兴。虽然金九的夏普在上半场就狂砍25分，全场攻下本季 SBO 最高的40分，但他在第四节犯满毕业，加上达兴的麦克连肆虐禁区，17投12中拿下32分。中场达兴就以97-95中断金九七连胜。麦克连空了，不能得分。针对玉龙的辩证防守啊，其实。哇！林伟汉耍了一手，是。接着是第二名，玉龙的控球后卫林伟汉在22号对台银比赛当中，进攻端化身玉龙的圣诞老公公，送出生涯新高的13次助攻。那其实都不知道怎么去守啊。结果林伟汉直接从后面把球给抄走。防守端则是扮演神偷怪盗，单场5超截追平生涯最佳。林伟汉本季场均6.1次助攻，排名联盟第一，颇有连霸助攻王的架势。林伟汉找到男模吕振如 wide open， 哇！最后来看上周最狂 number one， 玉龙单周3连胜，最大功臣就是洋将桑尼。有了新洋将道森协助巩固禁区，桑尼在进攻端彻底释放，连三战得分轰破30大关，三场场均32.7分，12.7记篮板，本季第二度获选单周最佳球员 ，SBO 最强洋将称号当之无愧。他的多元化进攻包括这样秀啊，